噔噔噔噔，打开，反应，反应，反应，丢你了吗？什么自动打印啊？对吧？哇，就听我的，方向应该就是一出来。站起来，四面八方都站不住。快点，慢慢站起来。对，他已经握住你了。什么？看，周围围着你转了啊！我就说，目光闪动，闪动完之后，目光闪动，然后就抱住，抱住你以后，无论你要说哪句啊，无论以后你去到哪里，你都可以跟你，可以跟你在抱在一起。接着等再亲，最后你要抱他。我怎么还记得这个词呢？我你这为什么是新疆是这样？这样为什么？哇，你怎么做到我保持不动的？我的天！算了，这样保持不动的。坏了，我眼里有星星。啊！是这个星星吗？我走，来吧。他说完这句，那边我们就像闭月耳一般。闭月耳，废话，实在说不，永不分离。那边我们像闭月耳，合二为一，永不分离。这是什么话？什么？我就稳下去了，这就变成了。